在眼前，付出传递着温暖，扶贫济困手挽手，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园。一天好过那一天，一年好过那一年，生我养我的土地，到处都是艳阳天。这是中华的好诗篇，哎，这是神州的梅花卷，是你我永远的眷恋。这是中华的好诗篇，哎，这是神州的梅花卷，哎，这是河西的大家园，哎，这是你我永远的眷恋。好，谢谢。这一到零点啊，可能很多家庭啊都出去放炮去了，现在赶紧叫回来，叫回来，别错过这样一个非常好玩的时刻。接下来该我了哈，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伙，如果我说你们现在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，你们信吗？不信是吧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现在我说我可以穿越电视屏幕知道你想什么，你信吗？你肯定以为我在说梦话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要向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发起挑战。现场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踊跃参与，关键是给我做一个见证。我李勇现在就要穿越电视屏幕，看穿你的心思。那我邀请每个家庭呢派出一名代表，不要推辞，来，就是你，对，过来，走进电视，再近一点，让我感受到你的气息。你现在不要说话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你只要按照我的提示牢牢记住你的选择就可以了。听清楚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有六张牌，你任意的选择其中一张，记好它是什么花色，什么点数。三二一，现在六张牌已经翻过去了。六张牌就意味着六种选择，可能很多朋友会琢磨，我怎么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就能找到你所记住的那张牌？好了，我现在再把牌洗几遍，再想一想你刚才选择的是哪张牌，再回忆一下那张牌是什么花色，什么点数，因为我要把它拿走。还剩下五张牌，我能不能看穿你的心思，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现在我把五张牌翻过来，看一看，你刚才记住的那张牌还在不在里面？谢谢。我似乎已经听到了来自屏幕前很多很多的惊叹声。那现场的朋友，如果刚才你们参与了的话，你们记住的牌没在这个屏幕上的请举手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见证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屏幕前有多少观众，数以亿计，那就是说数以亿计的各种猜想，哪怕我只猜对了一个人的也算我挑战成功。很多朋友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，这种魔法我轻易不会告诉你这个人，
如果我轻易告诉了你，以后我还怎么混呢？但是戊子鼠年来了嘛，新的一年我豁出去了，我把我蓄谋于已久的这样一个魔法现在告诉我。你们刚才不是看到有六张牌吗？然后你选牌吗？你记牌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说三二一唰，牌不是翻过去了吗？其实翻过去以后我把牌全换了，别说六张牌了，600张牌我都给换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一个小小的新年礼物。再一次呢，祝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在新的一年戊子纳福，送上歌舞，喜事多。喜事多，年年喜事多。